为 CCP 的片场甜蜜日常。搞得很快，给你定了吗？缺少新鲜感。我们在再来一个甜点，就是小蛋糕，谢谢。变现完了不是？非常好。把我送给工作室。哎，不对，现在人炒货吗？他们都带我去度假了吗？都敢送就炒了吗？这个是你桃江 CCP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完了之后。但是还没有，还没有爆发。这个完了以后就去。便利店啊，然后还有被迫在不知道干嘛的，给他一个颜色，来，应该想心。